好像两次就成功，这比较像是做试管。不过这个是，除非他，我想他将来会讲啊。是，对。那像他使用这个精子银行哦，需不需要经过什么样的申请的程序呢？哦，这个就要看日本的法律。据我的了解，日本的人工生殖法还没有通过。他们厚生省曾经分派五指团队，包括台湾哦，我也是被访问到，就是说，各国的人工生殖法实施怎么样？那他们写了一个报告，是厚厚的一本。那要，他们还在草拟，所以他们的人工生殖法有没有限制？可能目前为止，我们的台湾的人工生殖法还是最严格的了。那台湾的需要经过什么样的程序吗？使用精子银行的话，蓝小姐接着在台湾绝对不允许。这就为什么她在日本，因为她没有结婚，所以第一个她要有结婚，那再来就是说她要经过世亲等的鉴定，她要法律公证，那她要做健康检查都要。是那。在台湾地区，精子银行的的确确有两个困难点。第一个，来鉴定人不多；第二就是说，说到要事亲等鉴定跟公证，有时候病人就开始骂：“怎么这么麻烦？政府不是要增加人口吗？为什么要限制东、限制西？”因为以前是不用。那这个可能为了，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强调伦理的一个民主了哈，或者华人都是这样子，所以不希望说因为精子银行或借卵子。而有近亲结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下一段维西亚。好的。好，那精子为什么要用人工受精？这是同房这是精虫抗体的检查的药剂。那如果说先吃的精子经由精虫抗体检测，这叫免疫株测验。而有的话，恐怕就要看它精虫抗体的效价有多高。它有一定的比例，我们有100只的精虫里面带有精虫抗体的多少，如果很高的话就要做试管，不高的话可以考虑做人工。对，所以精虫抗体是可以检测的，可以看先生的精虫，用刚才那个药。我们看一下段维西亚，那这个是同房测验或者是精液的分析，也是通常是这个画面哈。假如说先生的精子的活动力不会说很差，它的数量不会说很少，那可以考虑做人工受精，但是你也不能说少到不到500万，活动率很低，那我们就要劝病人说你要做试管婴儿了。是，我们刚刚也有让观众朋友了解到一些条件。人工受精有人工受精的条件，试管婴儿条件。你如果说试管婴儿精虫明明就是每 cc 就200万，你病人有时候说我可不可以做人工？我有病人这样子哦。就是说在门诊在你的面前或者是在网络上问我先这个精子200万我可不可以做人工，当然是可以做，只是成功率是接近很低很低，都是个位数接近零，那你要不要做？对，所以这个要让病人想清楚。有时候病人就是说花费人工受精好像比较便宜，我可不可以不做人工？那不然有时候他们第二个问题就出来了，吃什么东西可以增加精子的活动力？那我们在以前在节目有提过，就是说有一些可以试看看，但不见得是一定有效了。我们看一下段维西亚。那人工受精和试管婴儿的宝宝，目前为止都认为跟自然怀孕的是一样的哈。所以有些病人会你要做人工受精，那他们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人工受精的小孩子会不会有问题？精虫在你们实验室这样子，又是离心机，又是要洗涤。我说颠倒反而因为我们找到的是比较好的精虫，反而他们的学业成绩比较好，就是在化国一个统计，他们的数学算术比较强。是，对，那他们说会不会是说在选精子的时候选到好的精子，这就不得而知了。目前为止至少我们有点肯定的就是说，目前为止我下个礼拜我就是试管婴儿已经30年了哈，100万个试管宝宝，那人工受精没有人计算，因为人工受精比较没有登记的制度哈，是，可能应该是超过试管婴儿哈。那这么多的，目前为止的资料都显示，跟自然怀孕差不多一样。对，我们看下段维西亚。所以这个目前来讲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目前为止，对，我们看下段维西亚。好，那你如果说你输卵管不通，你就不用像这种两边都塞住了，那你要怎么去做人工？所以只要做试管。所以做人工受精之前，你起码要照这张叫做输卵管摄影，看一看，你到底有没有通？你至少要有一条通路给精子通过去嘛。你没有通路，它根本就是此路不通。那所以照着这个输卵管摄影再去决定说，适合做人工，能不能做人工，或者是做要做试管。当然，你如果说这个不通，有时候病人很不服气，他说，
哎，我又没有开过刀，为什么不通？你可以再做腹腔镜，很可能这个作家器是有通的，因为我们说过，这种输卵管摄影它有10%到20%会是假的。哦，就是说，因为你在做的时候你会痛，输卵管会收缩丢筋，所以显影剂通不过去，在通不过去的情况下，它就会造出刚才那一张，哎，看起来是不通，实际上是有通的。那这个是可能存在的，但是有些人，那如果说再照第二次呢，就是没有。不要做腹腔镜，很多做输卵管摄影很痛，很多病人做一次以后打死不再做第二次。但是我的确有碰过病人，他 A 医院做不通，再去 B 医院通不通，结果两边做出来都不通。嗯，对。那通常我们就说，那你如果说真的不认为自己不通，那我们来做个腹腔镜。那腹腔镜怎么做啊？肚子要打三个洞，那病人一听就傻眼的说啊，那我宁可做试管，因为要进开刀，要肚子打洞。那试管婴儿至少还没有伤口，你做人工缩精，哎，做腹腔镜还肚子还有三个洞，是虽然伤口很小，可是有时候病人听到开刀又要打洞，所以就是其实像这个输卵管不通的问题，有时候就想要生孩子的话，其实也不一定要解决。那直接跳过去做这个试管婴儿，其实也是可以哦。最近大家的确是经济比较不景气，最近就有很多病人在网络问我，甚至还有大陆的在网络上问我，就说我输卵管不通，可不可以不做试管婴儿？有没有什么办法把它打通？哈，那有的确就是说，以前有些医师可能会说，哦，我们腹腔镜来打通看看，有时候打通的地方。不见得打得通，打通的地方反而很容易外孕。所以如果说输卵管不通，要看是看是近端的不通呢，还是远端的不通。那有如果说远端的不通，可以试看看。那如果近端的不通，就打不通的。那除非你是用输卵管镜去打通。我们看下段分析啊。好，那这是我们验的起见室。起见室通常就是一个宽宽的，有一些三情的那个光碟或者是影音设备或杂志，让你激起要有起精的欲望哈。那这个也有西班牙的研究，就是说有 A 片的起精式设备，它起出来的精液的速度，就拿到精液的速度会比较快哈。所以任何一家试管婴儿中心都有这，包括美国康奈大学都有一间所谓的起精式。对，我们看下段分析啊。那精液起出来之后，我们在实验室就开始要给它洗涤啦、离心啊、纯化啦，这是离心机哈。那为什么要离心哈？因为要把精虫甩到底部去，因为我们可以用离心机的那种设定的比重，那看几多少的重量去甩，那我们可以取得到最好的精虫。所以人工受精跟试管婴儿有时候他们会担心，就是说会不会小孩子这种大脑发育会怎么样？其实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取到都是。最好的精虫，不用怕这样洗涤啊，甩来甩出问题来，不会是不会的，真的是不用担心。那蔡医师请教您哦，我们都知道说，哎，人工受精它的这个花费哦是比试管婴儿便宜，那到底做这个人工受精要花多少钱？如果说你不打针的话，大概是不用到10000块，但如果是打针下去的话，恐怕就会10000多。那如果说你卵巢功能更不好的话，它加上花的时候可能会到2万多一点点，这是个范围。那有的病人就说，那这样子怀孕率只有16%，那如果我做试管婴儿花费9万多，可是怀孕率显得高很多，那我要做试管。也有病人这样想的哦，是，就是所谓的，我这一块，我这些钱花下去，我的投资报酬率，如果从就怀孕率这个角度来看，试管婴儿投资报酬率比较高。是，什么意思叫投资报酬率？就是说。你一样的1块钱花下去，你能够达到怀孕的目的，试管婴儿会比较便宜。那这句话可能病人有观众有时候一时会听不懂，哎，试管婴儿明明9万多，你怎么会说比试管婴儿还比人工受精还便宜？或者人工受精它的成功率是低，很低，那试管婴儿成功率高。那这样子的话，你试管婴儿可能一次就双胞胎，可是人工受精你可能做了3次、4次、5次还不会成功，那这样子去换算的话，试管婴儿的达到怀孕的投资报酬率，就统计来看是比较高的。就是为什么我有美国病人，他们到美国的试管婴儿中心去，那医师都不跟他做人工受精，直接做试管。对，是，所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对对对，那有时候病人，我那个病人就有点火大，就说为什么我的美国医师这样说？我就说。他的考虑是对的，对，因为要帮你省钱。我们看下段分析啊。
是我们已经没有 VCR 了、啊、是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哦，来这个帮观众问一下哦，这有人说哦，做这个人工受精哦，好像比较会生男生，这跟我一样哦，的确就我们业界的统计跟国外我们去参考统计是有，为什么呢、嗯、因为人工受精第一个我们在选精虫的时候会选那种游得比较快的、嗯、那外形比较引导的精虫，嗯，那我们知道X 精虫跟 Y 精虫它的带的染色体的物质是 Y， 就是要生男生，这个 Y 是比较小，它游的速度比较快，比较轻盈，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如果是用白蛋白去分的话，我们有时候游的比较快的会找到 Y 精虫、嗯、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因为这个一个实验室的一个程序而增加生男生的比例，我不知道，不过统计上来讲，统计出来就是说，是这样子的，不管怎么样，你生出来的这些男男女女一统计，就是男比你多。哦，那至少我们验自己的统计是大概是7:3，后七百七十几的男生，20几的女生，嗯哼哼，还蛮悬殊的。是，所以做这个人工受精的话，统计起来是生男生比较多。对，算有一次。那如果是试管婴儿，好像是龙凤胎比较多，对，哦、因为它双胞比较多。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平面的一个记者的林记者就问我说：“哎，台湾的男女比那个差那么多，是不是你们那个医师的问题？”我说：“不是这样的。”人工受精本来男生就比较高，对，嗯，是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我们非常谢谢蔡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蔡医师。所以晚安，也祝各位心想事成。是，同时呢，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锁定《祝你好运》节目，我们再会。人工受精很简单，太太吃排卵药，打排卵针，等到粒泡成熟。先生的精液以锁阴的方式取出，在洗涤纯化之后注射到太太的子宫即可完成。